就湘菜拌面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！今天我学校的期待已久的麻辣拌，我放了特别多的麻酱。话不多说，走！哇，这满满的一波，真的是。这个湘菜拌面真的是太香了。还有一些丸子。下次想看我吃的，评论区艾特我。